我们现在在健康路，上次我们说晚上的时候过来拍一下健康路夜市，今天我们过来拍一下，现在的时间大概就是八点多到九点。健康路夜市应该是郑州比较早的夜市，夜里大概要11点多到12点吧，还有人。这设备看起来挺先进的。拍个广告，小伙儿。哎，都来健康路夜市啊，这挺好的，有时间来逛逛。这个小伙儿主要是卖衣服的。现在是晚上的10点08分，10点08分。我们上次说拍一下健康路夜市，这一次就来拍一下健康路夜市。这是一个摊主，他在这儿拍了，待了有将近一年多了吧？一年多了。大家有如果有需要这种亲子装，这个是亲子装。生意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一天几百块钱，生意好的我们买了3000块钱，一个月他租金多少钱？2000，还行，2000，一天70-80块钱，包括咱们后期都可以这样租。要不然我给你放到头条上，可以，这个没事。现在你就在网上能看到，感染了呀！过两天一不小心就成网红了，拍的短视频，要不然给你拍一个美女。要不要拍几个包吧？可以。拍啥的呀？你是拍啥的呀？拍头条。头条新闻。你写论坛写那个了吧？他到时候他拆的那一段好看吗？他就啊，会后期会剪。哎，这样太镜太虚了，太有人。你在这摆了有几年了？啊？你在这摆了有几年了？摆几年啊？一个多月。美女老板，买包的话可以来这儿。这叫意景餐厅，意景餐厅门口就是他。他说他不上相，但是我感觉挺上相的，挺漂亮的，来个特写。这都去玩开局，或者固定。不要固定，真是好，真是好。要不来个这个开局。我就来这个去玩，这个宫女玩，宫女玩香。